哦哦啊！天哪，各位！我在台中忙了一天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今天要下榻的旅社了哦，它这边叫做缤纷精品旅社。 但是说他这边今晚的住宿费只要502元，够便宜了吧？就是你房间看起来目前是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它这里是在福兴路的19巷里面，然后它的楼梯口是非常的昏暗又狭窄啊。然后在今天来到台中的时候，我的中餐是吃一间拉面店。结果是台式拉面。 这一碗博多豚骨拉面上面加了海带芽，还有玉米粒、小白菜。那等一下我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不知道他今天没有开啦，有一个我们喜欢吃的夜市牛排哦，叫可乐牛排。可乐牛排神户吧？哦，它的店名是神户牛排啦。啊，它的牛排叫做可乐厚片牛排。哦，听起来很猛哎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哦吼。 好，拌一起，谢谢。嚯嚯！哦，哦，它这个。 这是牛排，很香哎！哦，好香！没有想到大庆夜市有这种牛排。就是好吃的夜市牛排铁板面呢。阿姨，可以再给我黑胡椒酱吗？哎，谢谢。有，这个酱不错呢。香呢，还真的不错呢。可是很辣，对我有点太辣。有找我可是挑战过大王麻辣干面的男人，算失败了。失败了，失败了就不要拿出来说嘴了。 黑胡椒酱，来吧，催泪，哦吼！来，又有甜点哦，吃看。哦，感觉配这个更辣，好吃哎！黑胡椒酱很纯哎，嗯。 那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些面吃掉，就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没有想到今天小佑还有右手带我来这么好吃的夜市牛排，太厉害了！名次是0到100，496，0到400。站最小零。好，站好。我在后面。站好啦！我是说站好，我站好了。那个。好，各位不要这样。好，准备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是小佑，谢光。 今天我们来到台中的下下叫钓虾场。哎，没错。对，本来今天我是有跟小佑先约好，陪我来台中这边钓虾，是因为每次我来台中钓虾都莫名其妙的都会跌倒啊，到底为什么？所以今天不只有小佑来帮我，还有在地的观光来协助我。哦，我刚刚不得了，过来吃个饭。哎，只是吃饭吗？这边都进来了，就变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没关系，有在地的就不一样了。 在地的吃饭吃给你看，吃跟你不一样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钓个母虾时好了，钓2个小时的虾量应该够吧，在地。啊，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进去钓虾喽 ，Go！ OK 啦，现在我跟小佑已经在母虾池这边了哦。 就等一下我们会用的饵料是虾米，还有豆饵3袋。那等一下我们量完水深之后，就准备开单做钓喽。哎，回到你了。加油呢！加油呢！啊，有啦，有，哦，哦，有嘞，可以开湖了。 就是勾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呜嘘！哎呦，有，呜有，呜有，安安，呜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哎，结果他是正吃虾米。 哎，浮标好像被带着跑了。可是这个应该是真的讯号了，真的啦。哎，哦，这个这边水波实在太大了，很难看讯号。我想袂到今日的虾仔心情应该是袂遐好啦。但是今天能与道顶的一起出来钓虾，就很开心了。等一下等土豆钓完虾，我们一起去算虾量吧。 OK 啦，就我们今天钓2个小时400元，现在直接看是有8只虾啦，那我们就直接称重吧。但是你旁边我真的缺很多，之后会更好。对我回去我会好好调教自己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借我今天的经验，让自己更有更多元。那我们来用台斤秤称一下有多重喽。哎，归零。哎，归零了，好挂了。11两。哎。 可以呢，我觉得 OK 了。今天谢谢小欧带我来这边钓虾。哎，没有，我学很多了。因为今天不管用猪肉饵、虾米，什么都不咬。卡到哦，惨了。钓虾就是休闲，不要太计较量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店家他看钓控不好，他们还去拉食，然后放更多的虾。就大家还是一样钓不起来，因为最近可能是天气在转变，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也许今天中午27度，就现在晚上19度，嗯，有差了，落差蛮大的。今天谢谢小佑了，感谢了，之后再帮你好好瞧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哇，没想到忙一忙已经早上6点了，但是说看到眼前的这个啤酒，热乎旺旺来凤梨酒，还蛮特别的呢。哇，这瓶子一打开就冲出满满的凤梨香味。那今天就用这个凤梨啤酒敬各位。 哦，喝一口啤酒，再吃一口烤虾，这感觉真棒哎！然后我刚刚也有拿他们现场的芥末了，是说他们冰箱里的芥末都冰到都已经有点干掉了。对我来说，吃烤虾如果有芥末搭配，哦，这一切会变得非常的完美。然后稍早我有跟小佑嫂一起去逛大庆夜市啊，然后他们怕我钓虾的虾量不够吃，所以他们在夜市还帮我买了一碗豆干给我吃。那就一起配着虾子吃吧。 瓦萨比酱油，泰国虾这样沾最好吃了。哦。 我昨天就是只睡4个小时，然后6点起床来台中，只是没有想到一转眼就24小时过去了，我人还坐在这边吃早餐呢。如果能抓到时间出来的话，你们也会这么做吗？ 那等一下，我准备去休息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哦。拜拜。